哥，你怎么把零食都扫到地上？反正零食那么小，看不到的啦。怎么可以这么肮脏？我去扫一扫。等等等等，我知道你乖，不过新年的时候不能扫地，会把财神爷爷赶走的。哦，妈咪去隔壁邻居家一下，肚子饿的话，厨房有米粉。你又弄到满地肮脏了，一点点而已，反正新年期间妈咪又不会骂我的。又弄肮脏了，漂亮吧，我果然是天才。哥，虽然妈咪说新年不可以打扫，但也应该保持干净吧。妈咪还没有回来哦，我饿了。我也是，我们去厨房拿饼干吃吧。你停下来干嘛？那里。我罪犯重重了，赶快用杀虫剂了。不可以哦，妈咪说新年不可以打扫，更不可以杀生哦。吃饼干，我去看电视节目。哇！